十几岁还能够这样中气十足，真的是很不容易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个单元，欢迎台日医疗合作前景与策略，日本杰人教育基金会的佐保厂夫会长，热烈掌声欢迎他。立法院故障，我想再讲，你们去，我拿着片去看，去别看你这个讲义，会沮丧，对，看就在故障。